KK， 你能不能用 3D 笔做这个初代奥特曼立体卡片？他实在是太帅气了。那咱们开始做吧。我先把初代奥特曼毛皮形状做了出来，咱们继续。马上就要完成了，继续干。好，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最后来装上去吧。初代奥特曼立体卡片做好了，你们还想看什么？记得告诉 KK 哟。